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如火如荼般地进行退林还耕，曾经退耕还林了20年，一下子变成了退草还耕、退园还耕，水泥地甚至马路都要退路还田改种粮食作物，让人们感慨为了端牢饭碗的口号又开始新一轮的运动，出现了一出出奇葩闹剧。一、成都复耕。今年3月，多位四川成都市民称，自己住宅小区附近绿地及环城生态公园的绿化植物突然被拆除并改种农作物，公园城市一夕间变成田园城市。当地政府于2017年斥资340亿元人民币修建上百公里长的环城生态区绿道，原定今年底完工，但从3月开始，刚植栽好的绿化植物被以复垦复耕为由铲除，接近完工的生态园和塘等设施成一片田地，总面积高达10.1万亩，引发网民浪费公帑的批评声浪。有网民质疑，花了340亿打造的公园，现在拆了改种10万亩水稻，这得卖多少大米才能回本？据测算，10万亩稻田丰收的话，一年能赚7700万元人民币，要442.8年才能回本，让不少网民嘲讽这壮举比秦始皇修长城还伟大。还有一些市民也表示不理解，认为好好的自行车绿道，原来两边是花团锦簇，现在是各种农作物粪香扑鼻，感受很不愉快。对此，当地回应，成都多处拆绿还耕属于按照政策要求推动复耕，的确会铲掉绕城绿化带，但不存在违规，且该绿道工程的金额也不如外传的那么高。随着成都退园还耕工作的进一步加快，网传亚洲最大单体建筑环球中心附近也大面积复耕了，让有的人调侃以后坐在环球中心办公，抬眼一看，外面是麦浪翻滚到花飘香，还可能见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盛景，如果晚上加班，有可能还可以听取蛙声一片。也有的网民表示，这次成都大规模退林还耕，居然把成都市政府后花园都推了，确实力度很大，看来成都这次是下了决心，彻底要从公园城市回到田园城市，彻底要让成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粮仓。5月24日，有网民爆料，成都双流区宜兴街道区在退林还耕工作中积极行动，古有亚苗助长，今有成都移栽玉米，他们已经布满足种水稻等小颗粒的粮食了，在一处公园草地地皮被挖开，然后种上了一排排的玉米，但这些玉米并不是前期种下的，而是把准备挂穗的玉米杆给种上去，瞬间草地马上变成了玉米地，而且是一片丰收的喜庆。这令人费解的一幕引发舆论关注，玉米还能这么种吗？这样毁掉草坪种玉米，在绿树成荫的社区公园里种庄稼，这种创意堪称奇葩。有的人表示，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玉米是不能移栽的，尤其是在玉米长穗的时候，轻易移栽肯定会导致玉米枯萎，最终是不会挂玉米的。有的网民吐槽，水泥地上撒土移栽抽穗玉米，科技创新越千年，滑稽的年代又来了。在这个事情曝光之后，眼看事情要闹大，涉事社区赶紧出来表态，是种错了，正在整改。当被问到移栽玉米的决定是谁想的，工作人员推脱说不清楚。对此回应网民并不买账，觉得这么好大的玉米怎么能种错呢？一方面是当时在现场的工人很多，而且种植的玉米面积并不小，这明显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移栽，而不是种错了。有的网民猜测，公园草地栽玉米可能与违法占地有关，估计这个公园是没有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就建造起来的，如今上级追究违法占地责任了，有关单位就想出公园草地栽玉米这么个妙招，感觉像穿越回了那个亩产几十万斤的时代，千年未有之大奇葩。也有的人表示，他们把刚抽碎了的玉米移栽了上去，被太阳晒得蔫蔫的，可能是为了应付检查，刚过两天又用推土机把其推倒重来，听说是要种花生，这究竟是为了增加粮食，还是为了一己私利拿有关补贴呢？因除了这次在公园里面移栽玉米杆之外，去年有媒体曾经报道过成都某地方在水泥上种油菜的黑科技。2022年8月12日，成都市纪委监委曾公布发生在双流区的一起水泥地上种油菜的事件，
闹来闹去，这不是在研究黑科技，而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罢了。然而这些荒唐的行为仍然没有消失，九个月之后还是成都双流，又有人在公园的草地上移栽玉米，这跟在水泥地上种植油菜异曲同工。很多网民都称这是形式主义，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做出的一种荒唐行为。也有的网民传出，退林还耕的风潮已经从成都蔓延到了四川省内的中小城市，南充人和国际旁边的公园也不能幸免于难。推土机正在忙碌的作业，把完好的道路推掉，工作人员正在冒雨工作，拔除公园里的植物。有的城市的路面空间都种上水稻，有路灯和霓虹灯，人们调侃这才是真正的高标准农田。在退林还耕上，各种荒诞剧情不断上演。前段时间，福建、浙江多地水泥地上种庄稼，水泥地的停车场上倒盖覆土种地瓜，村民说是种什么都活不了，致民怨四起，又是一场瞎折腾。日前又传出合肥市一家鸟类动物园深夜被拆，当地网民直也事关退林还耕。二、拆园复垦。近日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一名女网民发布多个帖子，透露合肥市肥东县龙栖百鸟园在5月25日深夜遭拆，园内动物来不及转移，伤亡惨重。她自己当时目睹了整个过程，现场几乎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冠长尾雉因受惊撞龙而死，兔子因害怕躲进石头缝，挖掘机直接将附近建筑物推平，兔子就这样被埋进废墟，画眉鹦鹉因来不及抢救只能任它们飞走，还有很多珍稀鸟蛋因孵化设备突然断电，鸟蛋散落一地，还未发育完全的小鸟蜷缩在蛋壳里断绝生机。合肥是安徽省省会，许多当地网民纷纷留言表示气愤，有的人称龙栖百鸟园已是当地有名的景区，舒适的一个可以近距离接触动物的动物园又是科普中心就这么被毁了。也有的人称很可能和退林还耕有关，最近合肥到处都在农田复垦啥的，这块地打算种玉米。龙栖百鸟园于2019年建立，已成当地著名景点，早前当地也曾将其列入合肥热门景区，如今百鸟园突然被拆，令人怀疑另有原因。此事引发舆论关注后，有记者采访了龙栖百鸟园园长郑先生，园长表示百鸟园总面积有180多亩，目前被拆的有19.5亩。这个动物园名叫龙栖百鸟园，是2019年成立，位于合肥市肥东县。这块土地之前性质是植物园，后来植物园维持不下去，便将土地和附属设施转给了百鸟园。百鸟园所属公司拥有31个行政许可，但在今年4月当地有关部门口头通知，百鸟园土地使用性质与审批情况不符，需要整改。在接到口头通知后，园长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关停处理，百鸟园便陆续着手搬迁事宜。可是由于园内有许多一二级保护动物，因此转移需要重新办理许可证和手续，故需要一定时间。园长称他不是不想搬，而是搬离需要时间，但对方根本不给他们时间。他们没想到在5月25日夜间，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员在没有任何书面告知的情况下，直接带来了工程车队伍进行了拆除，只用了3天2夜的时间就被夷为了平地。郑先生称百鸟园中除了饲养一级保护动物外，还设有动物救助站，有一些救助的野生动物，包括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鸮类。目前百鸟园损失巨大，他正在和相关部门沟通，希望能得到补偿。而当地肥东县有关部门回应媒体称对此事不知情，目前正在调查中。面对这些流离失所的小动物，网民纷纷心痛不已，不少志愿者提着笼子去百鸟园签署领养协议，将受伤及无家可归的小动物暂时带回家中照料。目前在志愿者及园区负责人的努力下，百鸟园幸存的动物已经全部被安置好了，但场地狭小逼仄，也只能算是动物们临时的落脚之地。对此，有的人气愤表示，在此之前大学生掏鸟事件的当事人被判了10年，这远比掏鸟蛋的性质恶劣多了，这些拆百鸟园的人又该判多少年呢？2014年曾经有个震惊中国的大学生掏鸟案，一名叫严孝天的大学生因非法捕捉14只鹰隼，鹰隼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严孝天在不知情下捕捉了，
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在监狱中度过，前几天才刚刚被刑满释放。据有的网民称，这次被拆的不光是龙七百鸟园，还有附近的民宿，很多红木家具被直接埋入废墟。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块被夷为平地的场地竟然火速被种上了红薯。5月25日夜间挖掘机入场，5月31日已经种下了红薯苗，让人们质疑现在又不是闹饥荒，如此大张旗鼓拆园就为了种红薯？可能红薯快灭绝了吧，或者他们快马上吃不上饭了吧。三，退房还耕。除了退林还耕，有的地方要求各村铲平村与村之间的小路来恢复农田，更称之为退路还田，此举再度引起民众不满。有微博网民发文贴称，通村通组公路马上面临大手术，退耕还没结束，马上又要搞退路还田了。占用基本农田的路要恢复耕地，当地农民都大吃一惊。退路还田，对于出现在农村的退路还田感到一头雾水。以前是要修路致富的指示精神，方便将农副产品运往城市，但现在却说这些路属于基本农田，要恢复农田，认为地方官员在盲目执行政策。有的地方现在是修路占用基本农田，哪怕10厘米也要整改，要把路挖了种地又是瞎折腾。除了退路还田，又有的网民传出要退房还田，称按照土地管理相关规定，凡是占用耕地违规建房种树挖池塘的都要进行整治。过去农村人利用自家耕地建房由来已久，每个村子的建设用地都是有限的，村子不能无限制一直扩张下去，但过去宅基地只出不进，只分给村民，很少有收回的，导致新增人口难以申请到宅基地，有的人只能在自己耕地上建房，过去却少有人管。但现在不一样了，耕地最严整治来了，要求凡是2020年7月以来新出现的占耕地建房都要一律拆除，恢复成耕地。除了要退房退林退塘退路还耕以外，有的地方还要退坟还耕整治，让农民把耕地里散乱的土坟头迁到村里，利用荒山荒地建的公墓里。各地为了保障耕地红线，都纷纷对农地进行整改，这个政策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感，因为有的人不想拆除祖先的坟地就遭到强拆。除此之外，近段时间来有不少地方都对农民的一些非粮化种植进行强制铲除，让人们不满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很有可能会导致农民返贫。在没有给农民合理补贴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农民退林还耕，有的人收到的种粮补贴是 21.48 元，有的是在没有给农民时间处理地里农作物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农民退林还耕。比如在2022年11月份的时候，福建漳州陇海有农民种植几十亩水仙花，在水仙花即将上市的时候，当地却以非粮化为理由直接将这些水仙花铲除掉，给农户造成了数百万的损失。今年4月份的时候，广西宾阳有3000多亩烟叶在长势良好的情况下却被当地给铲除掉，农户损失惨重。4月，湖南郴州桂东县的一位农民种了 1.5 亩地的生姜，期盼着丰收盈利，却发现自己的生姜全部被人铲除了。因农管则告诉他，生姜不属于粮食安全保障范围内的作物，必须要改种水稻，否则就是违规占用耕地，不仅不赔偿，还要处罚他。而一方面要农民强行种地保粮食，但另一方面是小麦烂在地里，收割机被拦在高速不让收割，还要甩锅境外势力。四，河南小麦。5月25日以来，河南全省大范围持续阴雨天气，严重影响小麦正常收获。就在当地农民苦苦期盼外省收割机能帮忙抢收小麦之际，不料收割机竟被统统挡在高速公路下不来，让河南数百台收割机堵在高速公路上登上热搜，引发了舆论关注。5月22日，网传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高速公路拦截下站收割机，原因是部分收割机含运输车辆无跨区作业证，超载超限。画面中有一女交警手持卷尺，在那里认真测量收割机的大小，他们在确认那些是大件或者大型机械，一板一眼地用绳子认真测量的样子，是网民吐槽的重点内容之一。
微博网民认为这是准备罚款，由于司机不愿意交罚款，导致数百辆收割机在唐河等高速路口被堵。被堵的收割机错过了雨前抢收小麦的最佳时机，因在5月24日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下雨，阴雨天降持续五天。5月27日开始，有很多网民传出部分地区田间小麦出现变黑发芽，几乎颗粒无收，很多农户受损严重，甚至赔光，引发社会广泛批评。5月30日南阳市称收割机问题得到协调解决，收割机已下站并妥善安排。南阳的小麦灾情与收割机下不去高速无关，是连续的降雨影响麦收的。甚至还惩罚多位网民，声称他们发布有关小麦因收割机被扣押而耽误收割的相关内容不实，其中两人被行政拘留。而据《新京报》5月30日发表题为《河南收割机上高速被收费，官方已协调全省免费后期或退费》的文章，证实了确有司机被罚款的事实。5月30日，河南省政府宣布紧急下拨2亿元，专项用于小麦烘干，声称确保质量、确保颗粒归仓、确保农民收益。河南政府补贴2亿的消息在网上也同样引起质疑，有网民吐槽，发芽发霉的烘干有用没？这是啥神操作？2亿元等设备买回来，麦子早发芽了，2亿元不如直接买麦子，真是什么脑袋想出来的？还是找借口弄钱？这个账是怎么算的？还不如直接把这个钱发给种粮的农民。但2亿分给河南农民分成几亩地，平均一个人5毛钱都分不到。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小麦产区，产量占到全国的1/4，小麦发霉意味着今年的粮食产量将受影响。因河南高速收割机事件引起广泛批评，近日有的人宣称这起事件是有境外势力煽动。对此有网民质疑说，你给大家说一下不给下高速的真正原因。还有网民提醒说，一没到河南麦田里实地考察，二没去高速收费站查阅监控，有不好的事情，他们不是调查是否属实，不是反思有无漏洞，而是马上一腔热血的振臂高呼，肯定是境外势力干的。另有不少网民称，这是与境外势力有半毛钱关系吗？怎么一有事就扯境外势力？境外势力够忙得懒的业务越来越多，可见境外势力是口好锅，什么都可以甩锅给境外势力，一切在中国发生不好的事情就是境外势力搞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记得订阅和分享啊，下回再见。